大陆男星鹿晗十月在微博公开认爱关晓彤后，在粉丝圈引发轩然大波，没几天就被爆出亲自到精品店挑选钻戒，还被店员拍下身影，被猜测好事将近。鹿晗和关晓彤公开恋情不到一个月，网传制作方爆料女方最近频频推掉戏约，感叹她演技很好，可惜要结婚了，还有了，透露两人已经低调筹办婚礼。虽然认爱后遭受不少酸言酸语，但鹿晗爱的勇敢，丝毫不受影响。而关晓彤则是因为先前高调晒出两人亲密照片惹来一身腥，近日现身都颇为低调，身边也多了数名保全随行，似乎担心再引火上身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，